好，而且很多人在祝福着它，就是我们的青叶油漆盈利进乳胶漆。各位刚刚有拿到我们的小便条纸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小便条纸上面就有告诉大家盈利进乳胶漆。各位等一下，如果就是我考大家，我们小抄都在大家的手上哦。盈利进乳胶漆它有经过 ISSA 的日本抗菌协会认证，它比较特别是里面有一个叫做银离子的科技。有没有人知道银离子可以做什么？知道有没有帮我举手一下？来，哇，真的是太聪明了，再帮我发个礼物好不好？已经有拿过我们这个便条纸，好，我来送不一样的东西。来，银离子可以达到抗菌的效果，所以我们今年哦，大家在居家防疫的时候，如果选择青叶油漆的银离子，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抗菌的效果吗？可以。好，现场大家如果尽量帮我把声音喊出来，我们等一下礼物就越送越多。那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青叶油漆所带来四款新的产品。各位有没有看到我左手有一个大树？有吗？有。大树上面有没有四个圈圈？有。四个圈圈呢，就是我们今年所推出新的产品了。先为各位介绍第一款是我们的仿锈漆。仿锈漆它是由高级环保树脂以及我们特殊原料制成的，那它呈现出来是一种生锈的金属质感，大家现在很喜欢工业风的设计哦。我们今天就可以自第二款，第二款新品是我们的皮感漆。皮感漆哦，跟各位说一下，它没有颜色，没有味道，无色无味，它呈现是一种就是很有质感光面的感觉。那我们今天有些人哦，平常在漆水泥油漆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发现水泥油漆摸起来感觉怎么样？粗糙，喜欢吗？不喜欢，所以摸起来哦，非常的不喜欢。我们有些人就会在漆完一般的水泥油漆之后，再上一层无色无味的皮感漆，来帮助家里的墙面达到一个更有质感的效果。如果各位等一下要来感受一下，来摸一下，我们摊位里面一样哦，有漆好的成品来给大家摸一下感受。